我这回跟几个董事局的老大去国外考察，南京计划是要走六个城市，要一个多月之后才能回来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方便见面，但毕竟走那么长时间，我还是想来跟你道个别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来的时候我已经反复确认过了，绝对没有人跟踪。这次去国外考察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很重要，你知道的，我现在在公司的位置不上不下，很尴尬。如果上头有人拉我一把，那以后就不一样了。挺好的。你不高兴吗？啊，没有啊。小红学的离职会几点钟？下午三点。那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没什么打算。那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？在国外照顾好自己。这里不让停车。我知道。还有事？马上就走啊。这个还是先放你这儿吧。等我回来。电话能叫谁说话？这城市那么多灯光，每一盏为我亮，偶尔齐泰，怎么了？如果这些时候我是爱你的。你在就好了，小心开车。拜拜。拜拜。那一边的电话能找谁说话？这城市那么多灯光，每一盏为我亮，偶尔我也会脆弱一下，也想有个人分享，流浪那么久了，也想有个家，其实我也会感到害怕，也会羡慕别人啊，如果这些时候就好了，没事了，睡一觉就好了，找很久的答案总会等到个人解答，雨过了会有艳阳，偶尔会脆弱一下，也想有个人牵挂，那个漂泊的人不想有个家，其实我也会感到害怕，也会爱胡思乱想，
见见我好吗？哎，不是，那你帮我看一眼这个，这个放哪儿？这个属于哪个公司？不是，主要是我不懂这些名字。你看他这个没说他们是哪个公司，这算没点儿，算什么呀？哎，你们俩是不是傻子呀？这么几个花篮弄了半天没弄清楚，你快点啊！我们挺快的了。快吗？乱七八糟的，我差点卡在这儿了。不是因为你胖。你说什么？我们两个人弄这么多花篮，人手不够。人手不够？人不够你滚蛋呐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是严凯，我不会惯着你。卢总监，我们马上弄好，马上。马上哈、啊？马上个屁！给我开会去。我走了，他怎么办？你管他呢。在弄啊，卢总监让我弄的。卢总监让你弄你就弄啊，你不是编辑部的人吗？什么时候调到广告部去了？哎呦，这么快就抱到新大腿了？可以啊你，你也教我两招呗。我换。他做都做了，还怕别人说呀？哎，我说你啊，你也真不挑哈，卤帽子你也。你看我，你看我，我也要说，我要是你啊，我早一头撞死了。我说你啊，也别在这装了。你精明，我们也不是傻子。你在这磨磨蹭蹭，不就是想着一会儿肖主编出了电梯，第一个看见就是你吗？哎呀，多么尽心尽力的在帮他布置呀、啊！之前我真是小瞧了你哈，让你当个实习生呀，真太屈才了。没有，对，你这李娜说的对，你在这闲着跟他拌什么嘴呀、啊？我去上班了。我就是看不惯虚伪的人，扮猪吃老虎嘛！我呸！行了，行了。滚！真的，哎呀呀，哎呀！你说我怎么这么不小心，手滑成这样？不好意思，你自己收下。你们可真有出息啊！欺负个实习生，闲的是不是？开会去。谢谢你啊，欣姐。别误会啊，不是帮你。李娜呀，你在盛装待着图什么呀？你待着难受，我们看的也难受。谢谢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完美？完美的意思就是从上到下哪里都好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好。尺寸有点破事，有点松了。没有，那是因为你太瘦了。哎，是谁？那个全世界最幸运的男人是谁？陈太医，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哎！这么大的事情藏得严严实实的，什么时候结婚？在哪里办婚礼？哎，我认识那个私人定制，专门做那个高端婚庆公司哦，有需要跟我说哦。我还没有结婚的计划。你这都试婚纱了，还没有结婚那些话？我就想试试，穿在身上是什么感觉？什么什么什么感觉？想要的爱，我献给你。当我输得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我送给我自己最后的安慰奖。至少。我还拥有爱情，写给你写爱的字体，像刻在时光里，暴风骤雨